好，马上我们东风三缺一了啊！这个终极呢是我们的卫冕者啊，那上一期呢赢了23,300，为各位加油，他不在乎钱，他在乎那种名誉，他要有赢的感觉，好吧？好，来开门，好，十出。 你知道我自从上次来，你就是打麻将啊，然后你都帮我拿牌，又帮我补花之后，我就不会进来了。你这样子，他跟别人打，然后都在等，然后朋友先打麻将，跟你打麻将，你知道吗？因为没有补花。不是因为第一把，我没有太远了，我会帮你们抓了。你看，我已经习惯你的服务啦。哎呦，每次愿意打麻将，你都不来。啊？哎，不要急。这是我帮我补的嘛？对对对，帮你们花都是我要帮你们补。谢谢。 东风三缺，第一把看四家的牌。好，庄奇、宁宁、玉成、陈怡。好嘞，庄奇出菜。东风。南风。秋风啊。东风。白皮。 一条，吼吼，不好意思，我刚刚在后台有喝他请的咖啡，还是我会不会吃人嘴软呢？完了完了，出来完了吼，二花一个，红中，中，赛。 西风，哦，我看到你的牌，没事。发财，发财。哎呦，生气耶！还好吧？而且你上次不是有认证我其实蛮会打麻将的吗？我还没看，哦，你还没看，害我都出去吹嘘说哪个说我会打啦。 五条，今天让你感受到我更会。哎呦，人生很难呢，吼，怎么办啦？很难打，我不会打麻将。真是的，发财。六条。一万。一万。北风。 好，哎，哦，他回来，对不起哦，没事，太紧张了呐，哦，现在怎么会那么会演？啊，打麻将不就是气氛吗？北风，来，你看他更会吧？他更会，来，三万，还有三桶哦。 哦，人生很难呢，二筒，吃，一筒，服了，哇，好恐怖啊！阿妈的威力，阿妈的威力。 对，快马脚了。阿妈太强了啦！哎呀，真惨。对倒。啊，我还好啦。没台。他的屁股只有庄家台。便宜的。哦，对，庄家。庄家。他是四花。来，东吴三缺第二把，开四家的牌。好，宁宁。哎呦，玉成。陈怡。好，庄奇。来。好，来宁宁吃菜。南风。北风。南风。发财。 东风，西风，碰，白皮。
行踪。刀双九万。嗯，哎、欸，很会演的，跟你一样的。我本来回家有点演技啊，一点有点读不过。好，回去再练一下。我们有些人来的演的比你好。四天打麻将，三天练演，三天练演技，表情、戏剧训练。因为我发现你也是靠演技嘛，就是唬人的。唬？不要乱，不要乱影响我啦，我很容易受惊吓呢。还有还好还好还有讲一下，对，为了节目尺度，谢谢。发财。哦，人生真的很难呐。五花。很奇怪，未免呢牌就会四种，就比较牌就特别好，很好，对不对？未免都这样。我跟你说，那是因为孝顺的关系。哦，嗯，吃一个。等一下大家再打给他。什么都吃。回去跟外婆讲。是。二锁。碰一张。好。回来。四锁。那再跟牌对话。四锁。嗯。很好。四筒，四筒，二筒，绝张哦，绝张哦，三条，先走，六筒，六筒。四条，四条哦，四条哦，二筒，八万，碰，糊了，糊了，糊你糊了，倒牌，还倒下来，紧张，没有，可以碰。所以我就讲说，他的麻将真的打得不怎么样，真的啊？怎么说？八万？嗯？怎么说？三条呢？他刚才是三条，对。对吧？你打二万，是不是？上八饼，上七条，打五条都听牌。对，哦，对不对？一上听你打成这样子，是不是？他打的是孝亲麻将，不是孝亲吗？不是不是，孝亲就该更该胡，不该放枪。对，这边是平虎，没有平虎，对对。屁虎啦。哦，对倒的。屁虎屁虎。啊，屁虎。东城街第三把，来，玉成，请按十出，先抓牌，你要把在看铁不成钢吗？就是说刚的牌这样子啊，丢出来在里面。没有，他是让我们，他上一把已经拿了两万多走了，他又不是这种贪财的人，我们是啊。刚才说我就会钱来打，刚才说不对，钱会不义的人，立刻打脸。哎，你不要忘了，你上台欠我两万，要记得哦。为什么欠他两万？上次他说我到北风北有赢的话，给我两万呢。好，东风三缺一，第三把看四家的牌。好，玉辰。好，陈怡、周琦、马一鸣，加油！玉辰出彩。白棋，对呢。我做浇花，五花，北风，很美。北风，你是在说我长得很美吗？对，翻一张，内外兼修。好哟，好了好了，再来一张，让你好，让你后背，让你后背啊。我怕碰你的背，该我倒霉。发财。要碰我背，我等一下要是没有赢的话，就又被骂。我跟你讲，又被骂。又告我。摸了还不让我赢，对呀。八筒。二筒。吃。竟然这样可以吃得到，哎呦！阿妈的力量，阿妈的力量。西风。来。九万。碰一个，先拿，六条，六条不错，很好，
还有六勺拿下去，再丢三万。红包。五百。发财。一万。三条。一万。噔噔噔，嗯，四条，吃一个，四万，三万，四万，吃，哎，要吃的还比。哦、oh, ，sorry， 九条，碰，八条，行，拿进来，先拿，对不起，二，没事，这是效果吗？红中，制造恐慌，我都吃了不要了，六条，再来一个，六条。吃饱了，吃不下了。啊，还要再七万，五百，南风，南风 ，QQ， 啊，跟 I， 二条，二万。先拿，哎，来一万，五万，哇，八条，八条，六条，噔噔噔。阿饼，阿饼，西风，白皮，什么意思？冷笑一下，不吃一声，嗯，八条，好气势哦。六万，红中，一桶，吃，哎、欸，这边，嗯，我倒，卖个干了，我算算，好。六桶，谢谢，老板，老板，嗯，我跟你说不好打，走一张了，还倒下来，还倒下来，玉成，啊，三六饼屁股，总共三千一，最后把妈报告你们四家的积分。好，庄奇是五千一，敏玲是三千九，玉成是五千五，陈怡也是五千五。你落后一千二，嗯，好，所以你要追他，基本上你是追中期最好追的，嗯，你落后他一千二，那你落后他们是一千五，哦，所以呢，你只能对着他，啊，我只能对胡他最好，胡一台，针对他了，胡一台就可以了，对，一台六百分，来回一千二嘛，好。好，来，可以自摸吗？当然啦，自摸最棒。当然啦，可以自摸吗？哦，节目规定不能自摸的。都不行，都可以不要。这个奖金太高。东部山区的最后一把呢，我们看四家的牌。好，陈怡、庄奇、来、娘娘、宝贝加油、玉成，自摸了，太狠了，加油。
那你也赶快讲，宝贝，出彩，宝贝加油！哎，我已经，你帮我收了，有了，有了，有了，给你胆了，不要那么凶，哎，你节目主持人很凶哎，我们下班压力是，我们是笑笑的讲，好不好？我们是笑笑的讲，他有下班压力，我懂，你有什么下班压力？我们也要下班，我等一下要去直播，你工作很满的。没办法，没有 Sugar Daddy 只能靠自己。西风碰一张，哎呦！我要学奶哥的气势，九条。你现在还没有调嘞。嗯，风风气势强起来，反正气势先有就可以了。哎，我在哪里补花啊？对不起哦，我在这里。不要告诉我，补花是你的任务哎。哦，我自摸就有一台了。哦，用台自摸不用台都有。五条，给你吃。谢谢。九万。九万。花。那个张玉成。九饼。最近可能视频卖的不是很好。没有，真的。都没有笑。很沉重。很沉重。都要来这边。七条。最近市场不景气。我懂。哇塞。嗯。七万。很好，嗯，七万，哇，那很有气势。发财，好，金南，六牌，六牌，你们知道哈，你只能胡那个中棋哈，好，而且要有一台哦，嗯，好，要不然要拼字摸，好。好好红中六牌给你吃六条感谢您吃一个有什么生产力一只手啊那个好对四条四条没保我想看看啦不爱啦不爱啦自己摸比较漂亮啦没啦东风，红中，九饼，白皮，蹦，天哪，三九万，三碰，不可以碰碰，嗯，哇，哇塞，啥意思啊？你不要怕了，你要知道勇往直前的。富贵险中求，富贵要人帮啊！没有人，凶！不要这样，他有阿妈哦，他阿妈也就是，不是阿公阿公。让我想一下哈，想阿公一下，想阿公一下。三饼，谢谢。啊，倒牌，晚安。好难猜哦，倒牌倒牌。哦，很懂，根本猜不到啦，太难。我又要有台的。然后中洞，哦，你那牌远，你看那边有四七万，没机会。啊，不定，不定，啊，没有没有没有，我要猜。不定一台。所以呢，我们东风零零淘汰。没关系，打败不复活啊！我上去打败不复活。我们南风逆转胜。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包含神准算命、开运商品、开运秘法，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